小看冰火五重天。哦，今天来宾我感觉足欢喜的，因为今天有爱甲恭喜一个来宾出唱片，这个人来当出唱片哦，啊，咱全台湾的歌星拢有机会了。啊，我给他连真欢喜，先来介绍一个，哎呦，被我们跌破眼镜，没有戴眼镜的，我把眼珠子也给他掉下来。欢迎白云。哎呦，冰冰姐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，你来讲我，我看一个你知道吗？哇，等下我再问你哦，因为甲咱介绍一个。出唱片暂时也未，我看我那紧啊，因为既然甲白云出来，有啥人未再出对吧？郑仲英，冰姐好，其实吼，我嘛出过唱片啊，有影啊，有人买无？有啊，我有来过啊，冰姐，记得中央娘家有出过合集。对对对，即个我咧真正即摆很准时，伫咧出唱片啊，专家来甲学演者，较早是一对咧，叫做班倒的，啊，即摆家己一个出来班咧吼，到底为什么？欢迎阿杰。嗨，冰姐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伴奏阿杰。好，你。你看，哪个做有咧送咧送酒瓶，啊，抽酒瓶的无送，你来未送？我讲。你个隔壁迄拄只阿提两下，要甲点酒钱。不是，你这样子讲，啊，你都无送，你是要卖贵呀？哎，来来，这条叫做啥？李姐，原配变小三。原配变小三，嗯，这次全部都是。啊，那如花。没有啦。为什么是如花？很多人都误会是。啊，如花跟我对唱，他没有没有，是你的原配还是你的小三？啊，他在戏里面 MV 里面是算原配，因为现在告诉的是薛平贵、王宝钏的故事。对，那因为这次如花是参与 MV， 我下面就要摩跟阿龙，我们啊，其实我们嘛是男女对唱就会拆开，啊，两个人在年底会再出第16张，他们一个组内一个组外啦。你较早出的迄一条就啥？较早啊，上早就是再回到车站，哦，再回到车站，我爱安那打，恭喜恭喜。谢谢冰姐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介绍啊，嘛要来出唱片。哎，阿那达，你爱食药，因为你若食药破病就破不掉。这嘛是会使啊，洪素清，冰姐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吴嘉诚吴老师。今晚就赶紧来开讲一下吼，啊，这查某人在口口舌，你是咧说啥？冰冰姐啊，你今晚唱几个歌？又开始讲你要爱我，咱嫁人诶，这大案啦！哇，有看到吗？好顺利的包装诶！大案内底空诶，不可能，都把你分了你个附赠白云限量公仔娃娃，你方茂平，你明明是阿扁啊！这个真的是阿扁啊？为什么是你？这怎么会是你？一看嘛，人咧高追干咧，这我话咧。高追就是伊，那是你。这无共啦。伊个衫爱无共，伊个衫爱一条一条啊，迄无共。啊，你若要做白云的话，就免穿衫。无，不是。秦定北海岸。无啦。我即摆咧找女主角，可能冰冰姐款。哦，我有下。秦定金宝山。喂，有一天，总有一天等着你，目睭金金看你离开。是安怎吼？是台湾无人啊哟！啊是安怎？那会叫你来出唱片？我先讲好，袂晓讲哦。啊，无迄个通告会扣，我袂扣。哎，你不能通，我唔看通告会扣5000。无啦，你头前伊都要加掉。无你宣传，你无要宣传，你敢拍马赛克？做你卖宣传。兵二兵的福利社都有啊！对，原来有兵，有人敢挂回去，一兵二兵福利社拢有啊，有敢挂回去啊！你内底有安怎有唱就请你回魂了？无人啊！你不管你上镜咧，无你什么歌名？你什么歌名？其实我这吼，哎，卖阁讲啊，无迄两面阁变咧。没啦，歌名我讲歌名。歌名哈，其实这个主题是逐梦小组。伊的第一波主打歌叫《Happy 吃百里》啦，《Happy 吃百里》，安尼就通过回春1350。哎，1350，啊，讲3000啦，变3000啦，哎。你看那地样有较好看无？你就是公仔坑的内底啦，哦，新居底家啦。哦，啊，公仔哦，你即块，你即块，有咩啊？有影咩？有影。哎呦，买物件的管道已经拢甲较早无同款啦吼。有遮尼济买物件的管道，咱查某囡仔一般拢会来去西百货公司，或者是像哦，你今仔你甲看即个买一箱共20000的啊，你是无？走秀，一百四来，音乐来。啊，真正无哦，水，贵大款，我看见一个20000，我都要退给水。冰姐，唔好讲，姐姐查某讲，无啦，我真正无。来，水，哎哎哎哎哎。
唔知啦，唔头去讲啊，即系见咗一人，卡电话讲我召集，我惊啊，好惊死。啊，都有谈的，有谈一寡钱啊，惊人招。哎哎，像你们买那种名牌，就到固定的名店去嘛，哈。除此之外，请问三位买物件，你拢有看到？看电视购物很像都在买啊。电视购物啊，网络啊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要去电视购物？平常我们去大卖场也不可能。你去到遐，我以前吼去大卖场去。啊，迄弟弟的来，叔叔可不可以给你拍个照？他，你确定他叫你叔叔？对啦，不是伯伯哦。不是啊，是叔叔啦。没来，他我就拍照。哎，一个做雷嘛，就给他阿兰个拍摄工买，你听好不好？哦，拍照拍照。好了，你只要拍过一个之后呢，其他人再走过来就会找你拍照了。好。啊，过去我了，他们拍照都要往你过来，我背名片，我免背啊。所以我很不喜欢去夜市，还有卖场。哦，这个是你今晚意思讲，你叫红的对啊？不是啦，叫红的，但是有那个亲和力。不是，伊翕一张相片有效啊，所以阿囡仔拍到惊，阿不是阿妈拍。大哥无搞定啊！无打击，无啦，无这个在撇起啊。哎呀，无打击，你个血甲就烧烧的吼，摕饮用水来用啉三水，其他个拍到唔到，阿不是伊个伊个行到遐严重。阿妹啊，你今晚在弄去阿妹？跨电视购物，像我有一次啊，就这个啦，我直接讲好了啦，我买这个 BB 霜，我在购物台上看到的时候说，哇，讲得好神奇哦，又保湿，然后又防晒，然后又遮瑕力又好，一次有六种的功能，真的非常棒。然后啊，而且你知道当，而且我是敏感皮肤，然后当下看到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说，哇，你知道它里头 model 啊，脸上真是又是斑又是痘痘，哇，一抹往上盖住，你知道多好，二话不说电话拿起来就定了，隔天就收到货了。真的会这样吗？同牌子吗？同牌子吗？还有哎，对啊，而且哦，对，我看什么？我看已经嘛，没事呗。对，改过了，它很棒哦，它还可以调节肤色哦，就是说它会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嘞，马上变动，没有，你看它会变肤色，然后跟着你的皮肤颜色。你要用电话，无粉的，你就过来抹一下，不是啦，这伤白啦，你搁改抹一个，你搁改抹一个，推个均匀一下啦，你搁均匀一下，哦，哎呦，哎，真的都抹起来了，你看安尼有差，很久，你今嘛安尼改抹，一瓶会让你点很久，这个放在清水里，对，是袂变色的。你通常在讲，这个讲吼，这是他牌的化妆品，哪里化吼？他化妆品无好点，你看，结果是碘酒吼，咧清水内底伊袂烂，作用嘿，清水袂烂，但是哦，你看，这是我们这一排要卖的，一件维他命 C 酒，马上，别啦，别啦，别啦。做一个均匀一下啦，一个均匀一下，哦，哎呦，哎，你这都挂起来了，你看安尼有差，有差，对吧？是不是感光度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而且没坏嘞，没坏呢。我那时候我说我带回来的时候我擦，第一天是还好了，平常心讲。然后我就去录影的时候，就有化妆师啊，大概在开杠。我说，哎，我昨天哦看到那个购物台有个东西好棒，好赞哦，要跟大家分享嘛。女孩子的喜欢呢，啊，我赶紧告诉，啊，你的工哦，哪个哪个啊，我改工哦，真的很棒，我还拿出来给他们看哦。结果呢，就一个化妆师默默的讲说，哎。你这个是不是昨天几点几点的时候在哪一个频道买的？我说对啊。哦，你知道他多神奇怎么样？那化妆师就说，哦，那一天那个 model 啊，脸上的斑跟痘痘是我去帮他们画的耶。哦，我一听什么？一样要用化妆去遮，不是，是他脸上的斑点跟痘痘是化妆画出来的。本来就是啊，八变就是这样啊。对，可是你看，你管行的哟。我给公安哎，像我们演那个受伤啊，演那个卖面的遐啊，遐么画出来，敢不真正迄个人要甲烧安尼？但是你看伊购物台时，你袂感觉讲是画出来，你觉得他好真实，而且你找一个满面全倒灰的人来示范。我先请问那化妆师搞，对啦，我有水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真的假的？开始就起疑了，然后我再继续再用，用个两天之后，我的皮肤真的就起疹子。啊，所以现场有专家，有专家能不能鉴定这样的东西？对，我现在成功了。哦，拢演的呢，而且字那么小，这新闻。足复杂的啦，嘿，足复杂的。啊，内底有诶物件是真正足歹的啦。啊，你安怎看？真的，你安怎看？你看英语，我拢看有啊。哦，英语只有写讲迄足歹。啊，内底阁有红红，内底阁有咩啊？内底。那有可能足歹，阁是爱顶头。那是大家看无啊？就是。就是那种成分对人是不好的。内底哦，有迄个对羟基苯甲酸酯哈，按迄个按用国语来讲啊哈，啊，阁加过两项。诶。啊，这按好这个环境好不好？诶。啊。
什么叫环境荷尔蒙？环境荷尔蒙这些里面有没有什么致癌物品？有啊，这两个就是可能致癌的啦。哇！可是为什么一个擦在脸上的东西会致癌？为什么？因为它会透过皮肤啊。那为什么要加这种东西进去？啊，因为这个它具有防腐的作用啊。你去管别讲，我基本上给你用一个，我一礼拜我都要砍掉啊。你用不了，可能要用两个月、三个月。更杀你一点。可是教授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如果说它里面有致癌物，那卫生署为什么要让它过关？它为什么可以在电视上公开的卖？我啊，这就是政府管得到，管不到的所在啊。对不对？政府也不可能讲，大家这电视在卖的时，拢给你录开啊。啊，不敢会关关，你看唔捌你个英语字。这机会是这样大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收这嘛。教授，那我刚抹在手上有没有关系啊？啊，哎，真正真水呢，水足久的。水啊，嘿啊。水足久的。那你敢没有致癌啊？水足久的呢。这哦，这看你的量啦，你若请在用这个时，人足危险的，而且内底佫有寡金属的物件在内底啦。好，我就问两位专家哈，为什么他们在示范的时候？效果都有够好，足神奇的，为什么？我得第一种就是像刚刚那个仲英讲的，就是本身它有一些就是一种效果而已，比如说它的痘痘、它的疤本来就是画上去，当然这一下子就不见了，这是第一种最常见的。因为有一些是类似那种魔术或戏法的手法，那另外一种是更扯的啦，就是每一个几乎每一个购物台都会做的实验，就是我也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。哦，还那些实验也没做解密啊，可以卖去渍霸。可以卖漂白的，可以卖美白的化妆品，可以卖面膜，因为还有可以卖那个紧实的，所有东西都用同一套的东西啦。其实都不是原来的产品。理论呢，其实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神奇或那是化学手法。我们化学专家在这里哈，吴教授来给咱解说一下，为什么它这么神奇有效？我们要现场来做个实验，好不好？来。嗨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我这就是购物台哈，来，拢来看。啊，先生遐坐得好啊哈，啊，咱家医药记者伫遮吼，因为伊较内行，我来讲，即个你有看到，这是一杯普通的水，啊，那这杯为什么黄黄呢？这杯黄黄内底哦，其实就是维他命 C， 这是一般的发泡锭，哎，天哪，这放到水里面，也嘛奇怪，即摆无教授哪甲阮讲。伊明明即摆是白哦，为什么跑来变黄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即摆吼光线照了吼，啊，佮空气作用了，伊就变成黄色的。但这是人会使啉的，这是人会使啉的。但是一定就有1500毫克。那人讲，一天只需要2000，一定要2000以下。啊，这一杯我若给他1500毫克啉落，我结果会使佮补充，在食物内底再补充500尔。那如果超过的话会怎样？之前已经有研究显示说，如果你一天超过2000毫克的话，你的肾结石的几率会增加非常多。真的啊，我们都超过哎，超过哎，所以你们怎么你知道你超过？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有时候都会常常喝。对啊，常常喝啊。因为我都吃那维他命 C 锭，它是1000 mg 的，然后我一天有时候会吃3颗到4颗哎。就是抹一罐，对，这罐叫做碘酒，碘酒，你今嘛安尼甲抹，一瓶会让你碘很久，包一层，那咱来无物件，咱甲抹。哇，你今嘛是咧食吐司呀？哇，你是咧酱酒，你是咧高八大？不是，你今嘛咧薄薄啊，甲抹一下，嘿，讲你来看。这水果马上氧化，就敢那你的皮肤吼，因为我这抹较厚，我那抹较薄，伊更加成，对嘛？你看，安尼，一看就知你唔是足专业，你看安尼，完全是袂啦。马，我那鸡蛋骨头落去啊，这马上氧化，就敢那你的皮肤吼，你的老化就是那么快，就是那么快。时间差不多就没那么快。有，就马上就那么快哦，因为伊那无安尼就等你氧化皮肤嘛。啊，这个放在清水内底。是袂变色的。你通常咧讲，这个讲吼，这是他牌的化妆品，哪里看吼？他牌化妆品无好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赶快，你甲浸落，因为迄个结构是碘酒吼，咧清水内底伊袂烂，作用，嘿，清水袂烂。但是哦，你看，这是我们这一排要卖的。一件维他命 C 酒，马上也烂，变色也烂哦，
好，你看整个不见哦，你手拢无去甲洗哦，伊干那点顶头安尼个，安尼这个美白的效果有多好？他就说刚才在那边完全都没有努力，你爱哪过去安尼，你看，你看过去安尼过甲洗一下，安尼你看。哦，你有给我设计的，你别他妈生水哈！哎，真假？你看真假哇？真的，美白效果我证，你看看，哦，啊，讲艺术，你来看，伊即嘛，咱个改，改不换几粒？换几粒？嗯，换几粒？哈，你来看。现在我们开放电话扣印，现在限量只有十组，限量哈，现在只剩下最后的96组哦，赶快啊！你看，伊就度假那两个拢赶快的哈，啊，甲浸落两个水内底了。有功力，这个无效。你来看，啊，这个无效。好，来来来，这个五号，我们现在是满线的，备货量不多，要就赶快打电话。这个五号，所以来买到这牌的化妆水，安尼甲浸落，你的面色马上亲像18岁的查囡仔。啊，那这个五号的，你甲浸咧甲老，你有关系老人斑一个，所以这个是哎呦，这个狂漫画的安尼，这个会有，即马存量无济，即马今后你拍电话哦。好，客户请打你。不能加量吗？你这样子不可以的。好啦，有这个面子，加一下。不行，我们要啦。我被股东骂死了嘛。太多了，好，股东好了，混蛋已经答应了。就这么一档哦，就这么一档，再多50组了。所以贝贝要谈的，我请问一下，厉害。我请问一下，吴教授哈。这到底是什么作用？维他命 C 它就可以让它变得那么干净。我们知道呢，维他命 C 它是一个还原剂啊，它有还原的这个能力。但是呢，这个苹果呢碰到碘呢，那碘是一个很强的氧化剂，比我们空气的氧还强。所以它会很快就把我们苹果切开的这个表面呢，变成黄色的，甚至棕色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碘呢一旦碰到我们的这个维他命 C 这还原剂、氧化剂跟还原剂一作用之后，那它就产生效果了。这个碘的本身产生这个黄色或棕色这颜色，就会被维他命 C 把它给去掉，这叫氧化还原的这个原理啊。那我们话讲回来，我如果每天我用泡这个维他命 C 水来擦脸，可以不可以？哎，那个浓度调得不错的时候是会有效，反而好啊。哎，而且维他命 over 了。over 了也会有伤害，也不行。任何东西其实都是物极必反的哈。像我一世人，我去买这什么发泡品，但因为刚才多脆打脆打，我就偶尔喝一杯，对我是 OK 的。对，因为增加维他命 C 嘛。啊，像你一天喝三杯，这就真正袂使。我是食迄顶，一顶我唔是用发泡顶的。我想讲食较济吼，皮肤较袂乌啊，较白啊，因为维他命 C 可以美白。但是它上面其实它有使用方法嘛。啊，咱一般人足少咧去看。你速度真系紧啦！哦，不行，哎，加强。然后哎，你真奇怪，你就爱买物件，像那个什么美白面膜啊，吼，别人是为了要来照顾皮肤，啊，讲你去安尼敷一个，然后跟他倒灰哦。那个是怎样？因为哦，他们真的购物台话术真的厉害到会让你真的忍不住，你就是要打那个电。话术不是摄影机的话术，话是讲话的技术，对。他就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那个美白面膜，也是像这样实验啊，就会让你变得很白。然后还有重点一点，哇，头家个加码，你讲啊是买两组上三组，你讲要买不？哇，绝对爱买啊，对不？而且我们用的量那么大，那一定爱买起来放冰箱也袂歹去啊。所以做生意的手法手路是真济。结果一买去了后，我第一天刺刺的，然后再用一天就不行了，就红了。然后在一天哦，规个面呐，整治的起来。我告诉你，太紧啦。迄个时阵，你规个面找无一块皮肤是好的，要装上上去。阮这个吼，足过敏的，真敏感。这款的敏感拢着，伊感情拢不要通敏感。感情爱抹足久的才知啊，拢抹干烂起来才知影敏感。对对对。我现在讲这个阿姨啦。我这个阿公。来，我来问个素清姐哈，那些面膜，伊对我来讲，面膜它售价贵啊种，我捌看有一袋500。啊，有一袋300，啊，迄落150袋，拢遮差遮侪，价钱无同，效果有同无？所以句实在话，上面有诶嘛有好货，可是贵诶有诶嘛是骗你好。是的。检查在哪里？因为哈，说实在话，有效的成分就是那些种，比如说美白，可能现在卫生署定的有效的，可能比如说曲酸啊、熊果素啊，什么这些都已经讲有效的。但有没有效的？
觉得心里有效的也有很多种，可这些东西它拿来有很贵的跟很便宜，通常差在哪里？第一种是说它的来源，比如说白梅是一个成分，可是你也是化学做的，也讲我这是天然物萃取，纯植物性的，有干嘛这个天然？天然面可不可以走？也较贵，确实，如果说它用的是这个。第二个通常是香味的成分，你会发现有些很贵的牌子，它的香氛非常令你舒服，你一打开觉得非常的舒适，因为它那个香氛成分通常贵。好，所以他调这些东西，他相对也贵。但是我们必须说，最大一部分是在行销跟品牌。你知道之前有一个人是发生什么事吗？他就买那个很便宜的面膜啊，然后敷着敷着，也自己觉得真的，哎，五倍哦，这样五倍哦，哇，这做五毫几便宜才几块哈。各位告诉我，就刚暗时就刚刚去唱 KTV 嘛，卡拉 OK。实际上你那个才990，而且可以染很多次，我都敢买，爱的上来啊，哎，洗一洗真的，哎。马上黑了，哎，效果非常好哦，我就好开心哦。那我早起床，我也没戴眼镜啊，哎，我就要起床一看，哎。便宜的面膜啊，然后敷着敷着也自己觉得真的，哎，五倍哦，这样五倍哦，哇，这做五毫几便宜才几块哈。各位告诉我，就刚暗时就刚刚去唱 KTV 嘛，卡拉 OK， 然后 KTV 荧光剂，嘿，一暗一开，荧光剂就可以，哎，那我觉得荧光棒，荧光剂可以拎起更，嘿啊。就是因为他那个，他可能在挑选这个面膜的纸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去注意这个面膜纸可能里面就有可迁移性的荧光剂。你如果是好的产品，他可能会去注意这些纸的来源，它应该是什么纸，它里面该有什么，他每个都要注意。可他没有啊，所以这荧光剂本来在纸上，马上就粘到你脸上。还有我跟你讲哦，我真的明白的知道，曾经有那个做面膜的哈，一片两百。甲一片二十个，伊是共一间 OEM 的工厂做，很多这样子，成分差不偌济。吴教授，最后请问你了，咱大家有咧煮饭的拢知哦，丝瓜你若无紧炒、无快炒，或者无切好、无紧浸水，它就反黑咯，伊在咧上乌斑咯。啊，为什么反而丝瓜水会退火，佮减的美白？为什么？你看丝瓜足紧变的吼，就是伊拄着空气啊，啥伊即个足紧变的，就按头都来做实验。都氧化。伊种物件就是吼，本身就是一个还原剂，伊较惊空气的。啊，这种物件实际上哦，对咱的皮肤哦，顶多是有好处，是无唔对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嘿，对对对，因为伊啊，因为本来讲空气呐，要甲你皮肤作用掉吼，伊会先去甲你这丝瓜、丝瓜内底迄汁吼，先去甲做作用掉。所以实际上是帮助。我拿那份干布啊，苹果泥也有用咯。嗯，有用，有用。苹果泥、梨子泥呀，你讲这会氧化的东西。但是苹果迄个效果吼，可能无丝瓜好。它不是贵啊。苹果伊速度伤紧。真紧，你要甲空气作用速度伤紧，所以迄个还原的作用无法度保持真久。我问一下白云吼，那讲买物件，你原来算有够高白买，啊，家己搁家爱食即支嘴吼，爱食到即身躯安尼哦，要出唱片啊，要做偶像啊，肥腾腾啊，听讲你原来有买瘦身药来减肥啊？什么？我要甲大家讲，事实有这件代志。你讲啥？叫我说啊，叫我说。来，你先讲，这白出绝对袂当买。我讲，不是啦，这不是讲我真要做偶像歌手，这是伫我三年前。都用啊。无啦，我都捌买过啦。我真正捌看过你少年时代特价烟斗。真正呀。秦定北海岸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自己的粉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真正有看过，袂歹。啊，伊当时才三年外前，啊，咱嘛是同款有迄个习惯，同款拢会看电视。啊，购物台，啊，叫伊就一个咧，那边青色的，那什么绿茶，什么又搁加什么，听讲啉啉的吼，啊诶，排便比较顺畅，其实咱无这个困扰。因为讲吼，迄个人若大口，就因为体内有很多的宿便，啊，宿便还会有毒素，会产生一些癌症等等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排便。一花嘞，一组敢那是九啊八，两组敢那俗甲九千六。诶，算俗哦，那减肥药你就要俗的哦。但是伊是啉的啦，伊就你爱泡迄个冷茶，是，嘿，冷水啦，啊，你嘛咧吼买来，等下好。一送咧，尔咱就先加落，就开始啉啊，你嘛无啥感觉咧。哎呀，第过灯光，咱搁同款，一天啉车两摆安尼嘛。暗的可能就较碍药，我就去便所啊。无咧啦，啊，叫我啥？我是感觉啊啦。
可能较冷，迄个物件可能较冷，人讲食伤冷，迄个感觉。哦，经过来食好一下。嘿嘿，啊，我无感觉呐，但是我差不多食一礼拜，拢无啥物感觉。吼，嘿，啊，可能咱的，你是讲的噗噗噗。啊，咱的肠胃可能第三天咱就适应你个他，咱就抵制啊，你啊变噗啊，就正常啊，你听。你身体太苦了，你的最牛减肥者啊。结果尾啊，阮朋友来阮家看，我哦，啊，这要是啥？我只要赞的，你真正提得去试看嘛。哦，都几盒拢给伊啊。哦。提定好，听讲伊煮等于厝里间厝尾汤浆啊呢，你知？冰冰叫啊。结果可能伊体质较无同吼。哦。啊，老家快软脚，你知无？哦，老家软脚啦，冰冰叫啦。对啊。啊，你看你都散落来啊。有当有啥物散？迄脱水尔，迄就无效，你听。真的还袂散哦。袂散。我之前要去上一个购物台，然后我们公司就说，因为我都会要求，那我们公司就请厂商先拿给我试吃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吃哦，大概顶多四个小时之后，我就开始一直拉，狂拉，而且拉到后面就是你就是一到厕所就是只是拉水，像你在尿尿一样，可是它是不同地方出来的水而已，就是一直拉一直拉拉，你知道吗？拉到。我讲你，我拢鼻流鼻涕，你那讲太真啦！不是啊，你若讲白云拉，感觉应该在遮肥无拉一些，啊，那美女工拉吼，感觉嘿。可是我告诉你，那时候没有休。可是那时候拉到很恐怖的是，因为那时候刚好过年，然后我们又去一些游乐区做活动、作秀，对。我感觉做一半，稍等嘞，稍等嘞。而且你弄会有让你想放屁又想拉肚子，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放屁还是拉肚子。结果以为要放屁，一不小心结果鬼靠地，就是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。可是我还在台上是出来一点点，我赶快憋住这样子，所以我是硬憋着。还有艾米讲拍屁，我硬憋着把。我一吓出来想拍屁。我憋着把那个歌唱完了，而且那时候是整个人是软瘫在那边。讲讲第一排台嘛，憋着。然后憋着，连卡都卡未掉。而且是那时候是肚子也痛，然后变成说你筋骨也在痛了，头也痛了，就很严重。而且刚刚你们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比较瘦？我告诉你没有，因为我也没有去量体重，我不晓得有没有真的体重有没有下降。但是很明显的是，我的肚子反而是膨的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你的肚子反而是膨的，因为你来得及太多，安尼被出去，被出去，废气，哎，就是气肠发酵，所以你产生大量的这个气体，气体你来得了，对，就是反正肚子是膨的这样子，而且是感觉你是在胀气的这样子。然后人的神经是四通八达，你有时候神经的某一个部分过分痛的时候，那神经传导会传导到身体其他的组织，所以你别的地方也会觉得痛。嗯，对啊，就那个阿姐不是阿姐，不是讲你有看了某某艺人，你像北北同事就比较放心，他同事在代言的，给您代言的有做苦瓜锭啊，你好，对啊，苦瓜减肥锭，讲你加钱让怕屁不被破。对，我有一次吃那个苦瓜锭哦，加钱开始学你去，阿以为哦，我等下是阿以为哦，怕屁不被破，他就怕屁不被破。那个吃起来哦，真的是半夜哦会。他说睡前吃啊，我就大概差不多啊十一点多我就空腹我就吃了，那大概差不多到了快天亮，差不多六七点就开始脚痛，痛得很不舒服。那后来我就停掉就没有吃了。那后来就也是有一个我们啊演艺圈跟综艺一样也是很有名，会代言一些产品的哈，他就介绍我，他说你上网去买一个叫做。可是那个真的很有效，他那个就是老师他吃的就是会一直想要放屁。对，那你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哎，你可以看到他会排很多油。哎，我就看到他排油，就觉得哇，因为通常有效。对，突然感觉听说那个脸的皮肤就会变得很干燥，皮肤变不。对，他干燥到有一次我要上台表演的时候，嘴唇是这样子。真的，他就这样子，我醉，没有水。那后来他就告诉我，自己觉得很好，真的真的就这样子啊。为了我醉才，你就是唱歌就这样子。那后来他跟我讲说，你以后要上台表演哈，你就喝番茄汁。好，我喝番茄汁感觉。哎，就感觉比较滋润。为什么要喝番茄？我不晓得，他说感觉他。但人家门告诉。对，我想说等一下问一下教授为什么喝。对，那有一次我就上台去表演，那可能忘了喝药。不是，就是一样有前一天有吃那个减肥药嘛哈。那我就要上台表演，那天可能是喝很多水，又夏天又热，结果我就在唱歌要唱。跟阿龙在唱《给那里》，就两个呼应。他唱哈，那后就换我，就说哈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就对，就觉得他是要，我就以为是他要排气，那没办法控制啊，就排出来。哎，可瞬间之间，我就觉得
有东西留下来，对，又穿白色的裤子，过月机这么一松开，就觉得完蛋了，怎么后面就一阵热一阵热？那后来我就回头一看，就从这边黄的都是黄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就赶紧夹，就对，就一直夹，就赶快，赶快。唱完，唱完哦，好，今晚谢谢大家。对啊，丽姐你讲对了，我这谢谢，我这在一直退，一直退，回去看，对，就退到后台啊。这不是只有你啊，他炸雨天你有办法呢？雨大哥啦，雨天呐，他那个是吃。路边一颗一粒，安尼颗啊个扑就出来，笑啊完啊，啊人迄个，迄个后门个咩个，哎，伊个人足刁的。青菜萌萌，还给你摸盐卖。就觉得多痛苦啊！伊讲，你讲，伊讲，啊，继续要唱一条啥？等下再搁唱来补了。啊，让下去。我们问想想请问两位专家啦，哈，大家拢想要减肥，哈，啊，即个会落屎还是袂落屎？不管什么减肥药，到底是有路用啊，无路用？先讲它最后一个，这个是药品的，这个是真的有用，但是对台湾人的效果比较差，因为台湾人吃油没有吃的那么多。蓝色小药丸。对，但是那现在也发现，陆续发现有一些可能潜在的副作用，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结石体质，你可能要小心吃那个会提升结石的几率哦。如果不是这种药品级的，是说吃的那个酵素啊或减肥定，比如说那个酵素就很妙，酵素我们周围很多人在吃，所以我问过那个专家说，到底酵素是什么东西？他说他去看过这个。市面上的酵素有一大类是那种蔬菜的发酵的液，就是蔬果发酵出来的，所以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些蔬果的活性成分，那里面可能有一些呢就是那种酵母菌的东西，就很像益生菌。那他说为了吃下去，有些人确实会有一些促进肠胃蠕动、促进消化，因为那些菌或东西到你的肠子里面之后，它可能有一些发酵作用。但是他说，凡是那种拉得那么快的，或者突然间就是像那种爬胚皮胚婆这种，他说那多半他们发现里面其实是有。偷加一些缓泻剂所以你会突然间闹那么紧。听讲阿姐有去买一个的逆头脏的，你看这逆头脏来去美发店，就嘛里面就那种泡沫洗发剂呀，对对，听说就洗了一下，等个八分钟的话，他整个头发就变得乌黑亮丽。对，啊，听讲但是你去困的全规个枕头拢乌的。啊，都有一次哈，因为后来我要去大陆拍戏，那之前在台湾宣传都是有染颜色，那我就看到那个很方便啊，你都免阁开机，哦，叫你也吃头毛。买千几块诶，那买那个才990，而且可以染很多次，我就甲买爱的上来啊，洗一洗真的马上黑了，效果非常好哦，我就好开心哦，好那就去睡觉了。那因为我的床单哈，纯白的，我拢纯白，我冰姐，我一做拢要看2万块的床单呢。啊，你也无买啊，对家己较好诶，就是对啊。啊，我就想讲哇，足好诶啊，都洗洗乌啊，就去困啊哈。那我早上起床我也没戴眼镜啊，我就要起床一看，啊，我的头怎么还在枕头上面呢？就看到我的枕头上面还一坨那个黑色的，对，后来印子，对，就一个印子，就很黑哎，真的很黑。我装咖啡要紧哦，吴教授。会褪色啊，等得较好，惊讲未褪色哦。哇，啊，不过咱的头毛拢常常爱腻啊，不要。你要真调哦，你要真调，这头发本身的结构都要被破坏。对，头发本身的里面的那蛋白质的纤维结构都要破坏。然后他们会变白白粗粗啊，白白粗粗。比较怕的是。渗入我们的脑皮肤毛细孔会不会怎样？会有染发剂哦，在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不要碰到皮肤啊，染完了之后呢，最好还是不要去烫发哦，烫发了之后呢，那些染剂更容易进到皮肤。染完了怕你有到底有嚼无，过用手把你捏，所以讲我讲，所以做这些，所以不能这样捏吼，想个什么？不能再输的。很多染发师自己本身都因为。接触染剂太多而生病，我所以常常腻的人，有的是讲对油脂无好，啊，有的是讲对目睭无好，有的讲会掉眼，到底是倒一种？哦，拢会哦，拢会油脂无好，甲掉眼，这拢会。哎，啊，真侪迄落爱水的老查某，一个月拢捏一遍的，啊，这要安怎？上好是尽量卖你头毛啦。啊人人都人有诶都查某老啊爱你人咧头毛白白看起嘛足有尊严诶啊。哎呦，你甲想看卖冰冰姐呐，有一天规头拢白色诶咧主持节目。哎呦，白发魔女，我嘛是足尊敬你啊。卖公仔，你干来买行李箱？你买行李箱你也共退货，买汽车用品共退货，你逐项拢共退货。小蛋。我人也买你诶手臂，甲你退货。不接不接。无。我买行李箱的迄大卡，迄我有共摕啦。啊，买汽车用品这我都无摕啊。哦，无摕，你是？因为啥无摕？咱卡是有两罐迄个啥物？
起码有什么持有什么那个持有辣辣哦，加厚哇嘿，吃了这些这些哦，无担心你烦恼会有个多嘞，会个点红一个，佮无要紧，那么看看看，哎，吸几口赶快金金哦，它就是一个产生保护膜，不会伤到你车的钣金，嗯，赞赞美，哇，佮金佮唔惊外靠咱台湾就是酸雨上严重，对不对啊？过电的落去啊，两罐那千通块吧，哎还好，一千出好，啊买来物件送来，啊咱就无用嘛，啊咱讲无用，所以咱车都。先放在边啊，啊无洗嘛，车无洗，你是要哪抹迄啦？阮朋友都来阮家提物件，佫看咧，哎，这有两罐，这才好着，哎，迄赞，会记哩，迄内底有两罐，你提一罐回去用。哦。哦，啥物持有辣椒好水赞，然后提回去真欢喜。过两天，伊踮厝里车洗甲金溜溜，哦，开始就开始规车切啦，你知道？切啦，拉拍啊咧，好，都拍好。过过两天啊，吼，啊日头照晒，规只金色色嘛，真好看啊。嗯。结果因朋友来因家，阮朋友的朋友来因家，你看这老赞，我已经拍两天啊，赶快过去。金色色。嗯。而且唔难安尼了，这天好，搁伫面顶头烧火。哦。伊朋友唔相信呐，啊，这我嘛唔知，这我都唔知，这事后伊甲我讲的，我唔知。提汽机油。是有一种不是那个减肥呢，不是抹在身上，它就会出很多水跟油嘛。对对对对。对，那个我也有买。那后来其实那个全部都买减肥的。你后来你给它抹在桌上，它也是会出水啊。我有一个朋友买，然后后来他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因为后来他们经过证实，不是你给它贴在桌角、贴在墙角、贴在哪个角落都会吸水。对啊。后来剪开发现。包括天国的时阵，规个考察该跳拢爱跳起来啊！你咧欢喜啥？哪有遐欢喜啊？你是敏感，直达你讲我听看卖啊！你讲我听，你皮肤感官敏感了。他这个，他讲这个，我朋友弟弟也发生一模一样的状况，就想尝试，真的，可是人家那个电视购物，人家是拿一个喷枪在那喷，对，宾馆点外面一个嘛，故意插到哪了？白痴，白痴。有啦，电视看是伊安尼转转一下，转一下，手有烘一下，手有烘一下无啊，油面就好烧啊，烤肉串拿来。神经病，白痴，所以那个卖叫做白云，你叫白痴。还蛮便宜啦，不是吗？好像便宜差不多啊。那个便宜啦，我便宜叫白木。那个像之前啦，冰姐，那个有一种不是那个减肥的嘛，不是抹在身上，它就会出很多水跟油嘛。对对对对。对，那个我也有买，那后来其实那个全部都买减肥的。你后来你给它抹在桌上，它也是会出水啊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是什么？对啊，就是那时候从日本流行过来的，他就说睡觉的时候你给它贴在脚底，你睡着就会瘦，因为它就会把你的油吸出来。因为早上拿起来它会是湿的，因为它会吸湿这些油。就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是吗？不知道。我有一个朋友买，然后后来他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因为后来他们经过证实，不是你给它贴在桌角、贴在墙角，贴到哪个角落都会吸湿。后来剪开又发现它是除湿，就是那种吸湿的那种成分啊，类似除湿剂。除湿是。啊，真的，你贴在哪里也会有。嗯，郑中仪不是收到别人拆封过又使用过？那个是因为之前，因为我还蛮喜欢。就是吃的嘛，所以会学做菜做什么。那时候刚好一个朋友他会做牛轧糖，我就跟他学做牛轧糖。可是因为牛轧糖要搅拌那个麦芽，那比如像女生的力气不够。然后我刚好就看到购物台还有卖一台可以帮你搅拌的，对，搅拌器，然后那个很好用，对面粉什么都可以，要做蛋糕做面包都 OK。然后我就买了，那里头有一个地方要放水，它可以倒在那边水，它水会定时定量进去可以加的。来，也是很大一箱。
然后很重，还是管理员帮我送上去的。可是我打开的时候，我还没用，我就发现这一台机器怪怪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水箱的地方里面是湿的。如果说你是新的东西，怎么可能那地方会是湿的？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退货，因为我发现它是用人家用过的来给我，可是人家用了不好退回去的，然后他检查了之后没有再把它整理好，对，可是他忘记把那个水箱擦干了，所以他要寄来给我。啊，那就你啦。啊！你唔是讲到两千块，啊，就是你看你偌济，你看迄钱偌济啊，乌白开哦。你买一个两千块的表啊，啊，讲看起来落。我收着，我收着。就是这点吗？唔是这点啦，这点才会贵啊，才敢去人诶家店买啊，入去店内底买。我讲啦，迄一只表啊啦，啊，我们就看，哇，袂歹。它那个是真的是机械表，有一种叫穿气灯。表里面那个穿气灯，它可以，它不是荧，像我们以前的荧光哦，荧光你那无照点会哦，开嘞，啊伊那边都暗起啊。穿气灯一用天空，它可以亮25年。没错，那个穿气灯管，那它12个指针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这样的，每一个都是穿气灯，哇，这有12个指针，没啦，不是12个指针，12个标啦。喂，山水有相逢哦，哎，没关系哦。想起我外公。然后呢，那个指针可以当电风扇。我看啊，哇，哎，那个镜头，那个摄影机这样一照哦，润进去，哇，还飙起来水，还润进去，而且它那个哈穿气灯管那个荧光色那样，足好看，足水的，哦，没话讲，一看赞，无打紧，一个上级的黑长，因为它是机械表，所以一个能量。能量的，它一直转那个有没有？那差点它也一蹬一蹬啊，左边拿打根调息杆啊，动力储存器啊，啊厉害，答对了啦，送你一个啦，动力储存器，好了就买了啊，过等刚了上来，上来你好，我去，陈金吉又拍开，哇，这赞贴起来，一看我软软软，是安那，迄个表爱看吼，那整个这个质感啊，就那就咱去亚旗啊买啊的呀。亚细亚，对，记下来，你家多有几粒，我看嘛。亚细亚呀。我们这个袋子哈，哦，这种加厚，一样呢，能裹都裹完嘞，哇，啊那个皮带很烂啊嘞，哇，哦，啊这只皮夹他妈卖5000几块，我就想要退，你知哦？结果我都无用去录影创啥，对，结果我万一正常时刷袂见，搁过去啊，你知哦？啊嘛歹势人退，好加在迄个动力储存器，有够价值。因为我处理足贵的表啊嘛，我都弄你了，都迄条我感觉有价值尔。我们生活中潜藏了这么多的危机，我都要讲很多东西都是不优良的品质，不优良的什么东西都很多的不优良，甚至让我们觉得有担心，加加急来个买烦恼，这是无必要的。就我们今晚比来买买物件，要安怎选择才安心？我觉得第一个部分，就像比如说刚才仲英买那个东西好了，就是我们看，你一定要买你看得懂的标成分的东西。你吼不要想说买一百种，一堆后边了，嘿，拢看无对不对？我拢看无啊。你看无，你买门啊门筒，就是从啊门筒啊中文标识给你讲这是啥，你看无，你就一定爱问。但是得先讲一下中文，那无。卡怎样讲？伊的作用是虾米啊？所以第二个就是说，会不会有中文至少比较知道？比如说，已经买了器官移植，什么用英语那个 negative 啊，什么没有啊 ？on negative， 或者说是它就差一个字哦。啊，有的人都无注意，而且像国语也就有爱词、没爱词、阴性、阳性，我们一定看得懂啊，对不对？爱像国语，第一个就看标识，第二个就看品牌。我觉得有些。一定的品牌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口碑，因为它为自己的品牌负责嘛，所以我觉得一定可信赖的品牌。第三个是追得到源头的。我常常讲，大家不要为难去夜市买，最近咱们夜市的口红、毛签呐，吼啊，指甲油来对，我在这边环境荷尔蒙太可怕。啊，像这种你去买，你买退货，我们才会去催都退。这种我自己是尽量要建议少。那最后就也可以看政府的认证标章啦，因为某些东西，比如说像你们吃的减肥药或酵素或什么，有些它其实是有标章可以看的，至少政府先帮你把关过，你先着。有事还可以找政府，可是问题是至少你购物台哈还是冤有头债有主，可能他可能服务不够好，人家买一个消费会加厉害。啊，购物台虽然跟他公告一共哦，上面会上面会爱注意，啊，不过确实有影毛买到真济上够好用的物件，对，好嘛。啊，因为有一个购物台也让很多人都有工作的机会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来互惠哦，不要互利，不要互害啊嘞。丢了，卖小孩了。因为你物件然后雇来就成为这个品牌的象征，你的啊个购物台买真放心。一比到迄落你嘛袂使讲牙齿啊，牙齿啊固定嘛无，看卖都唔知叨位的叨位的。安尼，趁一摆就要走啊！对，是啦，那你过年都爱较注意吼。对，好，安尼感谢，咱来欣赏一下吼。那
拄到歹的物件，那该不要说再见了哈。来，请聊。不要和你说再见，和你分两边，我想有你在身边。若是清风冷月，扯乱了红线，我的爱情太可怜。不要和你说再见，相爱换想念，深情淡薄似烟圈。请闭双眼，时光流转到那天，手没放开，心就开始想念。不要和你说再见，和你分两边，我想有你在身边。若是清风冷月，扯乱了红线，我的爱情太可怜。不要和你说再见，相爱换想念，深情淡薄似烟圈。请闭双眼，时光流转到那天，手没放开，心就开是想念。哎，阿姐，啊，哎，结果这首歌是国语的，对，啊，你以前不是唱台语的吗？对，这首歌它的台语叫做《那不爱你被爱上》，原唱是黄飞。哦，那我所以是古早人的老客，对对对，但你嘛是爱叫人买客的版权呐。啊，是客是家己啊，我们的老板也是我的制作人徐匠徐老师。哦，一样都同一个老师做的，对对对，你把它唱成国语的，未来还有大陆的市场是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最近我们都在内地做宣传。是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到了内地去啊，那里面的黑心东西啊可是更多了。真的小心，真的。哦，感谢感谢啊，多谢咱的两位专家到节目中来，也祝福阿杰还有白云唱片大卖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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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